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企划，就我们现在在台南的民宿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光就盖得那么暗，然后有点穷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就已经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佳光源了。那今天是礼拜三，然后我昨天的时候忽然间想到，我们这一群大一新生就刚考完试期，想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，考完学测已经过了半年的情况下，在喝醉酒的状态下可以考出怎样的分数，这样子当我们考得很烂可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多说是酒精的错误。自己学历应该要报自己学测国籍几分吧。好，我先讲五二，应该不能比我低吧。你是报学测考五七五九，看为什么我记得比你清楚。我就说吧，不，我是垫底，就这样报嘛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可以跟我讲。对啊，那就五三，没关系。我三年都没有到三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重新，重新，我们的谦虚的心情。如果地狱天老师你分，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三天。我有点忘记我几分，那这样我们才能有个依据，知道吗？四七。好的，知道我们半个月后退不多少。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公布给他们逼？抱歉，谁要冰块？要谁要你们都加了吗？从我没有开始，但是你的五分。等一下，你要说一个，就是你没有过怎样怎样，然后其他有过的要折，然后谁先没有说折扣，谁就喝三单狗。好、啊，怎么会有个男生就？所以是我有我要按。哎、欸，你通杀呢、欸？我没有漂过头发。哇，没有喜欢过。笑一口不好。好难哦。我知道了，可是这个是伤敌八十，自损一百。我从来哎、欸，我高中从来没有小考超过九十分过。你一定有小考九十分吧？等对一个科目，数学。你有超过九十分过，对，就折下来。数一老师人真的超好，我还真的没记得哎、欸，这就是一个真的不记得，我连及格过都没有。我没有身高160公分，你的整个人生里没有跟任何人暧昧过，所以有的样。我从来没有把头发剪到肩膀以上过，我没有经纪公司过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在有名菜，可恶。口味没有到，我觉得甜的还香。第一站，真心话来着吗？真心话，没料，对吧？你刚睡笑，是不是？白痴！你讲一个，为什么你看不惯的 YouTuber？ 哦，关系到他的生涯耶！我爱大家，我很会提问诶。耶！你为了爱情做过最出格的事情？我刚刚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在讨论，大家感情，还有我们的心结。我现在来写，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怪不我九三。哎、欸，他的考试时间120分钟，我们60分钟。你没有写完试作能力，没有写完试作能力不足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阅读起来真的有一点。真的，我们因为我看不下去，我读到那个字，可是它不能经过我脑袋思考的感觉。我好想念出来，对不起。我也想念出来。完蛋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阅读。我觉得我变好笨哦。我也觉得酒精真的会伤害大脑呢。怎么办？我觉得都很对啊。我没有办法读，我现在没有阅读。大家好吵，我觉得好像没有做。大家好吵。哎，我总觉得有点难。不是课纲的错，不同的课纲不一样。而且我真的读一读，我现在想。我觉得要重读哎、欸，没错，你会忘记。我们这样到底算喝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我们只是变笨了，熏加笨。我就是 A。闭嘴！你是搞笑咖啡啊？我觉得我们要看，如果半数以上的人没写完，我们就加10；半数以下的人没写完，我们就算。那如果先写完，三个人没先写完的有加分吗？没有，我会打你。你会得到我们的称赞，我会说你很棒。要讲话了，我读不下去。夏夜李玟，好烦，都不会有牌子。天，你真的闭嘴，求你。
完蛋了。什么鬼啊？厕所是不是有床铺？还是没有？那你把门打开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不好意思。为什么要这么不好意思？啊，要礼貌啊。我真的读不下去，我真的读不下去，我真的读不下去。我们在自取其辱呢，那就不要再讲好了。我写不完，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有一个读障碍。我跟你讲，用手指指很有用，这样当你失忆的时候，你可以回到原本的位置。欸、我剩两页，搞什么、啊？你闭嘴！我十二题读了五遍，没关系，我刚也有那一种。但只要一个人讲话，我就要重读一次那个题。欸、不是啊，我写完了，我干嘛还要读这一题？但是这是北衣裤。哎、欸，我也带北衣裤来。我也带北衣裤。现在出去玩都是。好了吗？期待五号。B 猪猪 A C B C B 猪 C。狂错。我选第一题 C 猪。C 猪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还有一题单选的答案呢？真的假的？你都对了吗？你对错了吗 ？B 猪猪 A C。你真的多了一题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再说一次，再说一次。我选第一题，西猪，西猪。十九题全选，哎妈！哇靠，这为什么是全选啊？不理解。西猪一，好，完蛋了，我打最好了。二十三题 B 猪一，哇，来算分，多选错一个答案就是扣1.5，错两个就没分。啊、哦，错两个就没分，两个就没分，超过分。对啊，隔了八九十四年，我们轮流报吧。等一下，有，我选全部错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扣35天互补哎。八，接受这样的自己。真的要检讨。我11到15全错哎。没有去的哎。9.5，我也是。我要生气了！我们两个扣三十，我扣33.5。说吧，这一桌交给你了。来，第一题错的举手。没有，你错第一题哦。然后我错第一题啊？怎样啦？那我就不会自己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是半程。哎，不对啊，第一题，第一题超级绝。没有，你需要检讨吗？要跟你讲。要跟你讲。笑死，笑死。入数。然后那个是 no， 你们没有用那个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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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个是 no。第五题呢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整个单选就唯一出第五题。哎，我第五题对。我有在想是 B 还是 C？ 宜居就是物质生活啊。如果你会在意物质生活，那你就没有，那你就你就不是士。因为我在想是高尚的人是什么意思？三个是逊的意思。对，三缺乏，我是三缺乏。你要三缺乏，就期待那个。十九答案是什么？全选，全选。你再看一次，你就会觉得要全选。我就什么都选，就看着觉得不可能全选，然后就统计不可以。最多比例的数据三个。对，我刚才全部媒体都写2到3个。20没有人解的，没有人呀。那个就是单纯的背诵的，过去是背题。二一也是背题。对啊。那我来二二。我对了。啊，我也对了。对。二三我也对了。他是讲要有感而发吧？对啊，那个境界不就是他的感觉吗？三小，他自己的境界啊，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，他是在讲你讲的内容吧？好吧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。我没有，好像也还好吧，有点累啊。我觉得我开始想睡觉了。写社会，我们可以明天有空的话，你要结，你要想个结尾词啊。我们今天的结论是酒精真的会有阅读障碍，酒精真的会有阅读障碍，你就是要不断的重新阅读。我今天的结论就是不要高估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课纲不一样还是有差的，课纲真的很重要，你学的内容真的差很多。虽然他只有错9.5分，但是他说的是对的。我没有，我猜对很多。加起按赞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小铃铛。